这卖人是安怎啦？啊，甘愿家己捡车弄死，就是不爱让手机啊熄掉哦。小姐，这个人来欺负你吗？是啊，给我倒三缸。我那是公客哦，我唔知你会安怎哦。放啊！开啦！行啦！行啦！放开啦！快点走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这，快！我上讨厌那种欺负查某囡仔的瘪三啊！赶紧给起笑，啊，那无代志歹收煞。我是痴男魔，我要找别个查某囡仔。麻烦，赶紧给那位小姐拖走。这人可能真正起笑，应该是感染到新世纪的丧尸病毒啊！丧尸病毒，那是怎样才有诶？啊！你是不是想要摕伊的手机？哦，华龙哥啊，哦，你有够帅啦！倒来！你敢凶我？我即马甲你讲个清楚，你的电脑内面、手机啊内底所有存档的云端影片，我拢总叫人甲你删掉啊！最后剩这项物件落伫个我的手头，死心吧！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跟他小心！哎，这摆你创啥？我放手！我哪有可能赢你？别跟我笑，走开！想啥无你？我赢我！哪有可能赢你？走开！你啥物事来？李婉，你鞋冲啥？啊，无啦。哪呢？我都无叫恰你呢。还加油呢！加油！人生吼，亲像咧卡电话啦，不是你先挂，就是我先挂。不过照这办事看起来，是你先挂了哦。